插音其实是 intermediate course， 是 intermediate 里面才教的。但是我稍微让你知道一下我在说什么，这插音是什么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弹的时候，你会听到一些东西在里面，比如说哪一首慢歌，哦，哪一首慢歌像，找一个慢歌，像《从等古道有远》94页哈。主啊，你是世世代代。像插音一样的插音，那它是什么呢？其实它就是它的分解，就是这个和弦的分解。其实它就是和弦的分解，那是什么和弦的分解？最近和弦的分解，等于就是，但是在这个里面，你看它下一个和弦，它从 C， 从 C 和弦，它最后你要看我刚刚弹到哪里？弹到第三行，第三行不得动摇，对不对？对。它本身就是一个哆咪嗦，对不对？我把它拆开来，西和弦，然后嗦哆咪还是西和弦，然后是下一个和弦是发 over， 就是 F over G。我把它拆开来，发发啦哆发嗦，一样的，然后又回去了。所以再讲一遍啊，可能大家还是搞不清楚。本来是弹那个，我们弹那个发的话是可以弹哆发拉，对不对？那你把它又中间再加上发拉哆，是不是？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就是插音这样的。对对，像刚才就刚刚那首歌叫那个哆咪嗦，才从就讲刚才这个地方 C 对 C 这个 C 你可以弹，我们教你们的是弹什么？就光只是弹一个 C 的左手，左手跟音，然后。西它就是哆咪嗦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这可以换来换去的呀。所以我弹了什么东西呢？你是分开来的。我把它不是不是注射和弦，不是。你把手哆咪是不是？我弹了这个，我先弹了，哆咪嗦，哆咪嗦，然后哆咪。然后呢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弹的什么？发啦，发啦，哆发嗦，我弹的这个呀。因为它是 F 和 G。大家有没有弹那个四个音？也是只有四下，四个八分音符。发啦哆发嗦，是啊，两拍啊，发啦哆发嗦。哦，这里是一拍，对呀、啊，这一拍嘛，发啦，发也来发了，发啦，发啦，哆发嗦，对不对？三拍。那你那个，因为你要你不要忘记这个地方，然后之后它是什么？它之后要那个 repeat 呀、啊，吸，它回去了，回去吸啊，吸的吸不是马上第一拍进来啊？哦，对不对？是第一拍进来、啊。师母，你这是左手还是右手呢？左手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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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我都拆开来弹是吗？把
那左手弹的啥？这个是最后最后，它等于是这个等于是这个里面的第最后一拍才进来啊，所以它是最后一拍啊，你听听看 ，OK。分解一三五，左手就这个都是右手，哦，就右手就是心，左那个右手就是发嗦，就是那个左手，他的左手是七嘛，七根音，左手也分解的吗？左手没有分解，就弹根音还是弹柱式？柱式左手就是西，然后就是根音就是七嘛，就弹根音，所以左手只弹根音，对呀，所以左手不需要分解说哆嗦哆嗦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右手分解了，左手一般就弹根音就好了。我只是告诉你，这是我弹的 ，OK。但是我们在课堂里面教了你们很多别的方法，你可以也有别的方法弹。我只是说我刚才弹的是这个，那么我弹的这个呢？这个就是它的插音，我是要解释这个，解释这个就是它的插音。师傅，那我插一下，就说你在选。你在选左手回旋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分辨说你要用根音还是用比较复杂的什么抖收抖收？右手吗？左手，左手没有选择，他告诉你是什么就是。我知道，但是我 C 的话，我可以弹抖收抖收啊，或者是抖收抖啊什么的。那你怎么去分辨说我是用根音就好，还是说用抖收什么的？这个真的，灵活巧。对，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。没有一个一定的，真的没有一个一定的。像我弹就多弹的，来不及就弹一点。而且师傅，你的右手比较厉害，像我们的话，一般右手跟你左手，我们可以多一点。就是你右手比较厉害，像我们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左手可以变一变，我们有可能左手说哆咪咪，但我右手弹根音，有可能会这样。对，那你就有点像大师兄，他就是左手分解。对，因为我们左手分解厉害一点，右手搞不了那么那个，反正只能有一只手搞，另外一只手只能是根音，只能是这样子的状态，不可能两只同时，不可能，很难。对对，不可能的。对，我那天看到谈那个作者为王，他的右手就是根音，就是根音，左手是个和弦，就是和弦。就像我们的话是左手这么别别，但老师的话他比较厉害的是他右手能飞起来。是是，但我们。还不会弹旋律，就我们左手可以慢慢的那个。弹旋律的话，我们这个右手就不行。对对对，所以右手就下去，左手变变。这个差，他讲差音就是说，之前我们讲的左手分解 ，OK， 右手是注释。对。他现在跟你讲说，你右手可以差个音，他这个是还是和弦的差，和弦的分解的，他还有一些其他我不会讲别的东西。他说这个差音就是右手噔噔翻一下，对，挺好。这样子差一些音进去。我右手很厉害，很会插音，对对对。所以说插音只能是右手啊。那你左手？但是左手我也有，左手我有爬音，还有分解。对。对。所以爬音是这个，你除了弹它原来的注释的话，它的注释音外，你还要插音就对了。对。五一三是插进去的。对对对。对。因为它这有时间可以给你唱，它有几拍，它有三拍，是。所以你上完这个课，你到网上去看陈伟业老师的，他教的也是这种，他就是这种插音啊，他有一个专门教插音的视频，他就是会教你这些。所以你就是弹这个插音的时候，这一节 C 你就弹哆嗦哆咪，然后到 F 和弦，到 G 和弦的时候你就弹啊那个法瑞嗦是吗？对对， okay. 就是这些。就说来来去，它还是在这个西和弦，还是在西调里面。你就发现它还是在西调里面，我没有乱弹别的东西。你就是你还是有个规律的。对对对。即便你要加插音啊，要分解啊，还是要在它的这个里面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对。然后你的左手你也可以这样做的，所以你看它像这个，然后接下去是什么？
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，听到左手吗？有点奇怪是不是？有一个东西进来，你看，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，你又来了，高天长存全没有天际，听出来了吗？左手，左手，左手的注释，八度倒是不同的。我在谈什么呢？你看他那个我敬拜尊崇，那个尊崇是西，对不对？然后西，然后你圣名将荣耀，那个要到 AM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就等于从西，然后过来一个 B， 然后谈到 A， 我从西过渡到 A， 然后再从 A 过渡到 F，A G F，F 再过渡一到 D， 我等于是东西拉手发内围，我等于一直都在爬过来。这个叫这个爬音，左手爬音。哦，就中间加了一个和弦，等于。就是我自己加的。就自己加了一个和弦。自己把它爬过来的。对对对。因为这样比较好听。左手而已，右手没变。这对，这个时候是左手右手没变。根音其实根音转变，从 C 原来是根，我们左手是根音 C，然后下一个小节是 A， 它中间就是 C， 然后就 B A。对，我爬过来了。就加了一个，中间加了一个，过渡一下，加了个根音。OK。加了个 B。B， 对，就是从 C 到 B， 然后到 A， 因为你看到没，他说我敬拜尊崇你圣灵将荣耀，那个荣耀要已经是 AM 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 C 到 AM 中间是一个什么？是个 B 嘛，所以你就把它划，就左一下而已。对，从 C 然后到 B， 然后到 A， 然后在下面你永远长存那个长是 F， 所以 F 和它之间有个 G。再往下走几下。对对，我就是一直等于到最后我就一直爬到 G 了。你听听看，因为我实在没办法讲哦。我敬拜尊崇你生命，进来了，将荣，然后要归你，你永远又过来了，你永远长存，就过来，全民永存，听到了吗？所以这个可以自己加进和弦，我自己加进去，为了过渡。我常常做这种事，就是，但是我解释不出来，我只能就是这样子演练给你看，对。他是我解释 ，OK。C 的话，它是合成线嘛，这个一小节 C， 一小节 AM， 一小节 F， 对不对？对呀。一般我们来说就弹左手就 C， 对呀。C 就下一个就 AM， 对呀。它是这样拍数来说，第一次是 C， 一直 hold 住 ，hold 到第四拍，一二三，第四拍。按 A B 到 A 去，那我们来不及。然后一二三，第四拍的时候，这个第四拍的时候按 G， 再变成 F， 就是按根音就对了。按根音，它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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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就说一二三四五。对 ，OK， 一二三四，时候就转一转。一二三四。对，一二三四一啊，一二三四一，所以就是这个小节的最后一拍的时候过渡一下，再进到下一个，这样会更 smooth 一点。对，我常常做这个事情，唱很多歌我都是这样做，而且它也有点变化，对，就是你就走一下，这样子叫爬音吗？不是叫过渡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爬音是过渡音啊。那第二个 A M 到 F 的时候，你中间加的是 G。对，因为 A G F 就升上去。因为往上面走是 G 嘛。往走了吗 ？A 下一个就是到 F 到中间加个 G 的。哦，你是往左边走啊 ？S G A 刚好，对，刚好这个歌的和声，刚好这个歌的和声是往下走的，从 C。到 A 到 F 嘛，那你 C 到 A 之间再加个 B， 这个方法，那个 A 到 F 之间再加个 G。哦，这个对，这个要随便加，还真的是，这个是有规律的，对，常常做这个事情。我是说，炒菜样子，菜谱就告诉你这个是这样加，但是有时候我喜欢
再多加一点什么什么，那个要熟练，熟练对对对，熟了，那暂时不好吃的就不要再加了，暂时。我们现在第一步还没到。对，这些都是 intermediate class， 就是即兴的这些东西。即兴的，正即兴的，那绝对是。他弹出来，他讲不出来，然后要慢慢才分析他弹什么，他自己才告诉你。他就这么弹嘛。所以你再听一次啊。我敬拜尊重你生命，过来将荣耀归你，过来你永远掌权，绝无人我这边又来了，这边我又多了几个，所以我真的没办法解释哦。我敬拜尊重你生命，这个就叫什么过渡音啊，过渡音，对，这些都是 intermediate class 的东西。 again， 你上陈伟业的课，他很多这些东西，而且他不但有这些东西，他有那个琴，他最厉害的就是你，他还有琴在你面前，他的手在那里弹，哪里你都看见。对对对对。哪个可以示范一下？肯定是跟那个关大伟差不多的人哦。CYW，OK，陈伟业，我说先提，你们去查。CYW Wash。CYW 吧。啊，陈伟业，对，陈伟业，对。我放一个，放一个，现在放一个比较是。对，这个就是 advanced class。Intermediate， 呀。还没有到 advanced。呀。所以你们尽量去看，尽量去，对，他很多这些方面，这些就是 intermediate。但是你看了你还要用，你还是最重要还是要多谈。嗯，所以老师你那个 C， 那你知道是说往这边走，那你要是往那边谈就不对了，对吗？左手嘛，这刚刚都在讲左手。对呀、啊，左手就是说左手，你就是中间 C 和 AM 中间你插 B， 但是如果是你。那你怎么决定说是插 B 而不是插别的呢？就是因为它是往左边走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没有，就是它顺着 C 到 A 嘛，它就中间刚好 C 和 A 隔着一个 B 嘛，就加这个。对。哦、对，因为隔得太远了，那就不好加，不好听。所以就表示它还是有一个规律的，不是随便乱来的。对呀、啊，就说你从 A 到 F 中间是隔。中间隔了个 G 啊，所以你才加那个，对，再加一个根音就对了。对，对。后来有差，发现了发音，这个差异。上次你叫我看的，有两个。哦，是吗？你带的尾巴。对，我看过他几个，那我们就这个就是我们以后的老师了。对对，我看过他几个，他才是他每个歌。对，所以你基本上你现在去看他的，你都会看懂了，对呀。但是你看懂了是一回事，你要练，对，要练。对，我看得懂，我也没时间练。对，还是要。啊 ，CYW 那当你已经在教不是一段时间了，那你的弹奏呢，也都大致上和弦呢、啊，都已经能明白，都了解了、哦。那该怎么样能够让你的餐变得更好听哦？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一个小小的技巧，加入两个简单的节奏形态，就可以让你的餐音听起来很流行哦，很新颖哦，很新颖。我今天要讲的是像这个东西了，我要讲的是差音哦。OK， 好、哦，像这个。好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它要怎么的来弹奏，然后它的逻辑是什么？差音的时机点呢？如果我们慢歌啊是以四个小节为一个单位循环的话呢，那差音的时机点它就会是在我们的第二小节，哦，画亮亮这个地方跟第四小节，哦，哎，一二，对，第二小节跟第四小节，那。
这两个小节呢，一二三四哈，在这两个小节里面呢，分别又以呢，我们不要插在第一拍跟第二拍，我们要把它插在第三拍跟第四拍，插在第三拍跟第四拍，哦，这是一个概念。那如果说以四小节为一个循环的话，通常来说，我们的差音在第二小节呢会少一点点，哦，少一点点。然后在第四小节呢，或我们会多一点点，哦，跟第二小节相比，这让整个律动呢，它是以四个小节一个循环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我们画一条那个力度线的话，它其实是这样，起跑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到这里，哎，我们小推一下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再大推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再重新再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再小推一下，再大推一下。所以当你在弹奏的时候，你有这个每四小节一个循环的观念，然后你二四小节的差音，哦，少一点点多一点点的观念的时候，你的弹奏会好像哎海浪一样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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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感觉。其实四小节里面它也有所谓的力度强弱的曲线啊，这边第一个就可以提醒大家哦。我刚刚讲到这里的用意呢，是插音呢，我们都是插在第二小节的三四拍跟第四小节的三四拍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共有两拍的机会可以来做这个插音。好，接下来就讲到下一点了。那我刚才又说呢，我们的国语流行的哦，福音诗歌哦，哆西嗦瑞这三个音呢，去串接在一起。去排列组合出一些很好听的，绝大部分呢都是一首，要么就是 C 都手，然后或者是都 C 都。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我就只是把上面的这些音呢做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已。他说这差音就是说第三四拍差的音，差的就是那个调的 C 都手或哆西嗦，或是。西多西，那个调的，他就讲这个调，不是说这个调的，就炸那个这三个音等，哦，就在这个七五二，哆西嗦，西哆嗦，哆西哆，这三个是我已经从前面那国语流行代表的四个音啊，里面呢去排列组合出来，我个人最喜欢的，或者是我觉得最简单弹，但是。又效果很好的，你知道韦老师总是喜欢就是高 CP 值的东西哦，这些差音就是高 CP 值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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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第二个弹的是 C 哆 C 嗦哦，总而言之就是这四个音里面去做不同的排列组合，把三四拍塞满，听起来就会很不错了。但是 C 哆 C 嗦，或者是哆 C 哆，这是低调的歌，或者是嗦 C 哆哆都可以啊。那我即兴啊，用 D 和弦跟 G 和弦呢，我不断的反复，然后我来弹奏这四个音的差音，不同的排列组合给大家听听看感觉，其实感觉都会在同一个氛围里面哦。我的 D 和弦 sus2， 然后跟 G 和弦，然后去做差音，其实就有那个氛围了哦。对不对？它就有一个。就是 很舒服的氛围，这很有质感。好，从手开始的音呢，它的感觉就有点不一样，所以通常我还是喜欢从 C 跟 Do 做一个开始点。差音都一定是用一七五二这个调的哈，啊，差音都一定是用这个调的。他讲这个哆西哆，这个歌是低调的，他是打低调的哆西哆，他就是随意，他随意之后他觉得哎，从手开始不好听，所以他也是不知道，他就是试出来。第三个是他觉得最比较好的，从这里的最后的三四拍里面，他就一二三四，一二哆西嗦，这样子三拍的时候他就噔噔噔。
或者哒叮哒哒，就这样。有人掌握的话，你就在第二小节的三四拍或第四小三四拍，把最后的三四拍加这个进去，就加成两拍，这个加起来弹两拍。这个不讲这个，这个可以看这个长长的味道。我们你就会看，如果你愿意看的话 ，CWY Worship， 但它很多是一个多小时的视频，你可能太长了，它讲课的课视频，你找一些短一点的，你就看它你会明白了。Life， 他就是上课的嘛，一个多小时的上课，然后你就太可能很长，讲到中间讲很多的是其他的话，这样。他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，为什么呢？他讲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可能他的家境比较清苦，所以他都要到很多地方不同的夜总会去做事情，所以他就是你知道谈了好多年，十几年。这个老师看什么？很年轻，对对，所以非常好。我当我听到他讲话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洪老师，他讲话非常像洪老师，非常非常像，对对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人，他现在在网上面他教很多，所以你们都可以去看。你们现在看这堂课上完，你们看他的东西应该一定可以看得懂，像他刚刚那样也都看得懂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就是他是讲教的是主类的音乐敬拜诗，但其他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流行歌啊这样，但他就是都是敬赞美诗歌。对，对，所以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明白吗？哦，你们应该没有问题啦。你上完海英老师的课，你绝对可以 continue， 对，绝对可以 continue， 就是只是你要花多时间练习，对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没讲的？八谱。这个叫八谱啊，就最后一个，一个提手旁，然后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，我们叫八谱。八谱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你听到了一首歌，你好喜欢的，没有谱子，怎么办呢？只好自己扒了，这就叫八谱。OK。耳朵要很好。对对，我以前就常常干这个事儿的，没有谱子我就自己写，或者是说哪一个同学他看到有一首歌。那天就咱们班里面有一个同学，他要带一首歌，他很喜欢那首歌，叫《成为祝福》，是约书亚敬拜团的很好听的歌，但是他是一个男生唱的歌，那姐妹要带啊，姐妹怎么带啊？没办法，那歌太高了。然后我一看那个谱子就改谱，也不是八谱。对对对，像他这个是改谱，对。那如果像其他的，还有我以前曾经有过一首歌叫做。叫什么来着？英文改成中文，它叫什么？哎，对对对，刀神，刀它叫什么？一万个，一万个理由，对对对，它是个外国歌，大家听过吗？听过，听过。天刀神。哎哎，天刀神，对。然后人家好喜欢的，来问我有没有谱子，没有，那怎么办？我扒给你吧，我就把它写，就因为没有谱啊，所以我就只好听。听了以后，然后用我的工具把它写一个谱子给人家，只能这样子。现在有中文，这里耳朵非常。后来有中文出来，对。这个不算盗版什么吧？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做的，这是。不算盗八谱，不算盗版。就说你听完我，你放了出来听，我就听你，我就写下来可以，不算盗版。所谓的盗版是说我使用没有经过他允许。对，允许还有牟利，通常那些，比如说赞美诗权，现在我也没有去申请什么，只要你不需要去赢牟利的。就是说二三十年前你要用赞美诗权的东西的话，你的叫那个时候不行，那个时候你必须要有那个那叫什么申请，那个叫 CCLI。现在就是说你只要不要牟利，不要复印多少份怎么样的。但是现在教会都有编一个预算，就是让大家去用这个，要用这些东西，然后去申请，是不是就是 CCLI 的？可能就是，对对对 ，CCLI 好像是每一年要付费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有编这个预算，在我们教会有。如果教会有付这个 CCLI， 那你就可以自由的使用任何的歌谱，对。但是如果你教会没有付这个，那就人家要找你麻烦的时候，你就很麻烦了，对，没有错。那你说我们在教会你敬拜唱那些歌调，我们每教会每年都有付这个钱，所以他们可以使用这些。哦，
其实我们在北京的国际教会也是有的，有附这个 CCLI。哎，你们在的时候，那个李牧师在吗？他后来才来的，他后来，对对。后期，他是后期才来的。去聚过会，然后就是他在我讲到，我觉得他讲的很好。李杰仁啊。对，李杰仁。哦，他是后来，对他是海归的嘛，所以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海归的很多了。后来他们要 localize 嘛，我们是在他之前。之前那个时候是慈牧师，新加坡的一个叫慈耀新牧师，他在的时候我们建立的叫做Overseas Chinese Ministry， 就 OCM， 我们叫 OCM Ministry， 对。后来林牧师来的话，我们还不到那个阶段。没有，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你听了歌以后，不是，你听了首歌，你至少八就来个旋律，就说你随便弹一首歌，我都八旋律。连谱都没有，现在八。弹个主题。弹个什